OK 吗，大家？所以当兵扣完了，我们现在讲微子扣。嗯，我要擦掉哦。可是我先领，先领他。不要擦掉。他也不敢。好，所以你记得当兵扣 system， 你有一个 reference group， 所以说跟 reference group 比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，先做比较简单，就是 unweighted effect code。这里 effect code 其中一个是 unweighted， 没有加权的、未加权的效果，效果，明白？编码效果编码。那一般我会习惯用 U， 就是 unweighted U 的意思。那我会有我的 U1 U2， 它叫做 unweighted code。 那它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把组别我的我想要关注的 A 组跟我的 reference group 扣成负一，这样我把零零都会变成负一，负一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就会变成这一组，它跟谁比？它跟 surrounding 的人，整体来说的人就是全部的平均数，就是平均。然后这一组，它也是跟组平均的。它的主平均的算法就会是
样可以吗？什么问题？看一下我这边，我是把你的口径抓出来写的一个公式。2433加上-36 EY 减上-033 U2，没问题吧？来，现在换我问你了，2433那是谁？就我这个公式来说，如果我要成为2433，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要等2433，那表示什么？一万个 U2 都要是零啊，对吧？我如果要成为2433，表示一万乘以 U2 都要是零啊，对不对？概念上你们讲清楚对吗？好，可是 U1 跟 U2 同时是零的话，它不会是 LA， 因为两个是负一，它也不会是一，因为一个是一，一个是零，它也不可能是 business， 因为一个是零，一个是一。对不对？所以当我 U1 就等于零的时候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负一一零，整体来说等于零的时候，就是它的主题句。整体都是零，不等于零的时候，表示它就是主题句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是 S1 加 S2 加 X3 的平，就是三组的平均就是三。常规值扣除这个意思。那你还记得文学院的薪资是多少吗？当时算了多少？多少？2.1。文学院嘞？2.8，2.799，2.8，对不对？2.4除以三，怎么样？刚好就是。这个是文学院 LA， 这个是 engineering， 这个是 business， 看你就好 LA E 跟 B。 记得吗？你看是 2.1 2.8 就 2.7 999，然后加上 2.4， 对不对？这三组 2.1 加 2.8 加 2.4 除以3，刚好也就是 2.433，就平均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有这个公式了，这个没问题吧？然后，但是我这边告诉你说，哎，我 U1 有显著，然后 U2 也显著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 U1 是谁？在这里啊。他是谁？哪一组？哪一组是我想要做的比较符？写一的那个，他决定要用，他是跟谁？他跟整体是零的那个人，整体是零的意思，整体是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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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看的都是零。啊，我上次说很多。你刚才 reference group 你也是跟全部整体是零的，只是刚好隔离不拉是零，真的是零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整体是说一起看哦，任何机关去帮你一起看哦，真的是。那在 unweighted group 整体是零的是什么？不过是这三个不是，那是主平均。所以你的看你的这个比较组啊，叫比较组，你比较组基本上跟全部是零的整体平均。这个也是跟真理是理的全部不分开，所以你所谓 U1 显著，那表示 engineering 之于全部的主平均来看，它是显著的高的，高多少？0.367万。所以我也可以知道，从这里看得出来，我的 engineering 它的薪资是多少。就帮我带来
10嘛，对不对？2-4-3-3加上0367会等于2.8。怎么样？这个数字又出来了。我现在这个公式，这个就是 engineering 跟整体平均数的比较，对不对？那它有小数，那表示 engineering 相较于整体的平均来说，它是显著的高的，高多少？不在这0.367，所以2.433加上0.367刚好就是2.8，有没有？就是engineering这一组的平均数。那底下这个是什么字？Business 跟所有的平均的差异有答显著，然后告诉你 business 显著的低于总体平均，低多少？5.033，所以 business 应该是2.433减掉0.33，刚好是2.4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后的。的年薪会显著高于整体的大学生，就是以下是不需要做三句话。然后 business 毕业生他的年薪会显著的低于整体大学生的年薪，这样有吗？知道我该做什么吗？因为你的 cost 是不一样，它比较的东西基准不同。那如果你来写一下那个 U3 U4 跟 U5 U6，你也可以再来写一下 U3 U4，把 Business 当成 Reference School， 然后 U5 U6 把 Engineering 当成 Reference School， 你会怎么写？我 U3 U4 U5 跟 U6 都先跑出来了，那我 U3 的话就是10-1， U4 的话就是01-1，对不对？ Business 是我最高，是我最后拿出参考的那一组。好，然后我就跑 Regression， 忘掉。
结果也会是一样的，前面一定都不变。model 还是显著的预测，然后 F 值是247等于743.99，一小于0.1 ，R square 等于0.969.97，所以就是 7% 的年薪的变异其实是可以被你的学位所显示，毕业的学位所显示。那底下这边就会是我们刚刚讲的不同的地方。2.433整体平均不会变，但是你 U 五就略有改变。U 五是谁 ？Libra 同学院还是显出了整体主平均啊，对不对？全体平均啊。然后算起来是2.1，哇！那 U 六是谁 ？U 六是 business 看起来是，也显出了低于主平均的。啊、哦，没办法，因为 engineer 薪水太高了。那他低的是0.33，所以算起来他是2.4。这样的概念知道在干嘛吗？确定之后，我们就要来做一个比较算的，计算多一点点的，多一点的课。